段伟从小到大到现在要成家了，妈妈脸上的笑容藏不住。请问你等今天这个时刻你等待多久了呢？等了一辈子。草莓，今天看到你这样子，妈妈好高兴啊，很快乐，祝福你啊，啊希望你们能够快乐啊。请妈妈放心，因为冠伟一定会用最大的力量来带给千怡幸福的。送给新人三个第一啊，在家呢老婆第一，在外面呢家庭第一，婚后呢赚钱第一。淘气的小男孩长大了，现在呢找到了他的人生的另一半。好，这个做阿木的呢，非常的感动。谢谢你奉献青春，辛苦的把我们三姐妹拉拔长大，但你要记得好好的爱自己，我们也爱你。谢谢你让我有个温暖的家，谢谢你教会我做人的道理，未来的日子就让我来撑起，我和千怡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